的脸变红，脸变红，现在有脸变红，这时候比较成熟哎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你们看我整个胶原蛋白的那个感觉，的脸变红。它如果是一般的胶原的话，我真的不敢拿出来说嘴。大家知道最近就是官宣结婚的韩国女神孙艺珍，你们不觉得孙艺珍她整个皮肤的状态很好吗？就而且她出道了很多年，她的岁月就是脸上没有任何痕迹，然后皮肤非常 Q 弹跟透亮，所以我就特别研究它到底是怎么维持青春的秘诀。我就发现了这个孙鲜胶原饮，孙艺珍她分享过后，整个真的抢爆，我真的是用各种关系才拿到的。好喝哎，对，它就是甜甜的，很好喝。对，已经喝过，是我十年前的照片，比较成熟哎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你们看我整个胶原蛋白的那个感觉，的脸变红，变红，现在有真的，可是我没有打。任何东西你们可以捏，然后你现在这么烹饪，对，你现在看起来这么的有恋爱气息，你说我看起来像大学生吗？所以我只有两个礼拜每天喝，那你们看韩剧他们是直接这样吸的，我很优雅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喝。哎，你们不觉得韩国女生的皮肤状态又超好吗？对，那是因为韩国的在胶原蛋白上面的研发是宇宙不同的，也就是说在外面呢，我们的胶原蛋白都是猪萃取起来，所以它分子比较大，它有一个专利，它有双专利是顶级迷你双生胶原蛋白。那你们一定不知道什么是双专利，对不对？一个呢是韩国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，搭配日本的速效型的丝蛋白，它可以两段式的水解，然后可以最小化到1000道尔顿，所以它就是现在市面上你看到所有胶原蛋白里面最小化分子的，而且比较好的，对，而且它这个一包里面哦有6000毫克的双生胶原蛋白，对，6000其实是浓度超级高，也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的脸非常 Q 弹，而且它除了胶原蛋白以外，它还有一个成分叫赛洛酶。这个成分呢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脸变得更 Q 弹，然后上妆更服帖、更透亮。而且因为它的浓度够高，所以我们的手肘啊，我们就是很在意，其实不只有脸，还有西班牙专利的红石榴，它是抗老的，所以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可以抗老美颜。很好喝，对，每天就一包就好了，然后就很有感觉，因为量很多。然后你们看我整个身体，从上到下，由内而外的那种散发出 Q 弹透亮的，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只是只有脸、手肘啊、膝盖啊，所有细节都可以顾到，非常好的养颜圣品，哇，很好喝。